好啦，依家入到嚟售楼部啦，喺我隔篱嘅咧就系一个比较大型嘅立体地图啦。咁啊，先嚟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大布局先。嗱，成个琴澳新城咧就系喺呢一个位置。咁其實琴澳新城呢一個名咧，講緊嘅係一個大型社區嘅一個綜合名嚟嘅。佢入邊咧係包含咗好多個小區嘅。咁啊，其中有呢邊嘅一個四季半島啦。咁啊，再往東邊行過嚟嘅話，呢度會有一個國際海岸。國際海岸在前面嘅呢度咧，會有一個四季廣場啦。咁佢主要係以翻一個寫字樓啦、酒店為主嘅。好啦，再往東側過嚟嘅呢一笪地咧，就係我哋陣間會講到有四季風景啦。再往東邊行過嚟呢度咧，就會有一個銀景灣啦。咁呢度咧講緊嘅咁大笪地咧，一個綜合名就叫做琴澳新城，係啦，自起一城，自給自足嘅。OK， 咁我哋再嚟睇下呢一個大範圍嘅一個交通啦。嗱，從我哋項目嘅話咧，可以見到啦，我哋咧要過嚟呢個澳門同埋橫琴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先嚟睇下我哋東南方向呢邊，嗱，東南方向嘅就係澳門啦，以及氹仔嘅。如果要從我哋項目咧過嚟澳門呢邊嘅話咧，係比較常方便嘅，因為依家嘅話就有一個灣仔口岸喺度。咁呢個灣仔口岸嘅話咧，係距離翻項目大概係3公里左右嘅一個距離啦。咁啊可以嚟到灣仔口岸嘅，咁從灣仔口岸就可以直接搭船過到嚟澳門呢邊噶啦，係啦。咁啊，大概2-3年嘅一個時間啦，後續亦都會有呢一個孖角隧道啦，係啦，孖角一個海底隧道咧，亦都可以直接連通到過嚟澳門呢邊嘅。好，咁我哋再睇翻一個西南方向啦。西南方向嘅話咧，就係成個橫琴以及金融島呢邊嘅。咁而家我哋過去嘅話咧，亦都可以大概係喺3公里左右嘅一個距離啦，可以經由呢一個橫琴大橋，係啦，從我哋項目出發。亦都可以經由呢個橫琴大橋咧，直接嚟到橫琴嘅呢一個位置啊！咁而且根據依家最新嘅一個消息啦，呢度十字門海底隧道啊，已經係接駁完成嘅狀態噶啦。咁所以咧，依家就喺度等緊投入使用嘅啫。咁到時咧，如果一開通嘅話咧，咁我亦都可以直接經由呢個十字門海底隧道啦，係嚟到金融島呢個板塊嘅。好 ，OK， 咁睇完呢啲交通之後啦，咁啊相信大家亦都好一目了然啦，係將呢個灣仔十字門同埋澳門仲有橫琴金融島三地連為一體噶啦。好啦，咁我哋再嚟睇下一個比較細緻嘅一個交通，係啦，過翻嚟呢邊，我哋嗱成個灣仔入邊咧，佢會有三個輕軌站嘅，咁分別係灣仔北站啦、灣仔站，仲有呢個十字門站嘅。咁距離我哋項目最近嘅話咧，就係呢度會有一個灣仔站啦，仲有呢邊咧，亦都會有一個十字門站嘅。咁呢兩個站點距離項目嘅話咧，講緊都係1公里左右嘅距離咧，非常之近嘅。好啦。交通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哦，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咁香港嘅朋友仔過嚟嘅話啦，經由港珠澳大橋嚟到拱北口岸呢度啊。咁我哋從拱北口岸如果係要翻過嚟項目呢邊嘅話咧，嗰一個車程啊，大概都係喺10分鐘左右嘅啫，都唔遠嘅。好，咁啊，交通大致上就係咁樣啦。咁我哋再嚟睇翻呢一個配套方面啦。嗱，配套方面嘅話咧，就喺我哋。琴澳新城對面係啦，一路之隔，亦都係我哋依家售樓部嘅呢一個位置，係啦，旗艦銷售中心嘅呢一個位置啦，隔離就有一個十字門華發商都，咁目前咧已經係運營當中噶啦，係啦，咁啊除咗呢個華發商都之外啦，隔離亦都會有中演大劇院啦。咁啊，會議中心啦，同埋會展中心啦，以及一個地標中心大廈嘅都會喺翻呢邊嘅。咁包括一個瑞吉咧喜來登酒店啦，都會喺度，都已經係喺度噶啦。咁除咗呢啲大型嘅配套之外，教育方面又係點樣嘅咧？嗱，可以我哋睇過嚟隔離，係啦，隔離咧就會有一個依家已經係入讀當中嘅一個北大希望之星實驗學校啊。咁除此之外啊。在整個四季風景的後邊咧，呢度亦都會有一笪地啦。咁呢度咧亦都係要規劃咗要做一個幼兒園嘅。好啦，咁大致上嘅就講到嚟呢度先。咁啊，依家咧我哋就帶大家出去揸住架車，咁啊等大家去睇翻成個項目周邊嘅一個環境啦，以及去到部分配套嘅一個所需嘅路程係幾多少？走。好啦，我哋依家咧就從
銷售中心的一個停車場出嚟啦，出嚟啦。咁啊，首先啦，因為啱先亦都有講到啦，銷售中心咧其實就係位於呢一個會展會議中心，包括中心大廈呢一度嘅。所以啦，我哋依家出去之後咧，好快你就會見到啱先講到嘅已經係入讀緊嘅一間小學啦，北大希望之星實驗學校。有少少黃色、黃白、黃白的呢一個建築物啦，就係北大希望之星實驗學校啦。咁其實嚟到呢度啦，右手邊亦都會有一個公交站嘅，啱先過咗已經唔遲，但我哋咧再前少少嘅一個位置啦，係啦，前少少嘅一個位置啦，就會有見到一個輕軌站噶啦，係啦，好快就會見到。咁其實咧，基本上呢度咧都唔點需要計時噶啦，因為咧所有嘅配套咧都就係喺周邊嘅啫，講緊嘅都係一個幾分鐘嘅一個路程啦。咁啊，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公交站嘅。咁呢啲公交線路咧，基本上已經係貫通翻整個珠海市噶啦。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提供翻澳門半島遊嘅一個景點嘅位置啦。咁啊，依家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呢一個碼頭啦，就係灣仔口岸嘅位置啦。咁依家過到嚟咧，就會見到咧，就係一個灣仔總站，係一個巴士總站。咁再前面咧，我哋就會見到一個輕軌站啦。咁啊，呢個輕軌站咧就係灣仔其中一個，呢個咧就係灣仔北站。OK， 我哋依家咧就可以掉个头啊，带大家再去实地咁样去睇翻今集会介绍到嘅一个银景湾啦，仲有四季风景嘅一个位置。嗱，依家右手边见到嘅呢一个建筑物咧，就系湾仔嘅一个警务室。再前少少啦，呢度就會有一個比較得意嘅地方啦，就係灣仔澳門街。咁喺呢度咧，會買到好多澳門嘅一啲手信嘅。再隔離啊，仲有一個灣仔海味中心。沿住呢条路过嚟啦，咁啊，其实就喺我哋右手边见到嘅呢一啲建筑啦，其实就系都系华发嘅物业嚟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四季半岛嘅其中一部分啦。咁我哋前面见到嘅呢啲外观，即系呢个外墙未整嘅。呢個咧就係一個銀景灣啦，係華發少有嘅一個精裝房，係啦，大精裝嘅一個海景房。咁呢個咧就係銀景灣啦。咁銀景灣下邊呢度咧就會見到個輕軌站嘅，咁啊呢個亦都係銀景灣最大嘅一個特點啦。屋企門口就係呢個輕軌站啦，咁呢個咧就叫做灣仔站，係啦。就由銀景灣出嚟就是呢個灣仔站啦，十分之方便。咁呢個灣仔站咧，佢就未開通嘅，佢要等呢邊入住咗之後咧，就先開通。起咧就已經起好噶啦，咁啊，但係要等有相對嘅一定有一定程度嘅一個入住率啦，先會去投入使用嘅。好啦，咁啊，跟住我哋見到嘅呢一個體量比較大嘅咧，就係四季風景。
整個四季風景可以話是琴澳新城入邊體量最大的一個項目噶啦。講緊嘅咧係200万平方米的一個佔地啊。好啦，我哋依家可以再前啲啦，再帶大家咧去睇埋琴澳新城後邊嘅一個四季廣場啦，包括呢一個國際海岸啦嘅一個大概個位置。咁啊，順便啦，亦都可以俾朋友仔去睇翻我哋呢個周邊嘅一個環境。咁依家我哋右手邊見到咧，就係一個四季廣場嘅位置啦。咁啊，四季廣場嘅話咧，主要都係以翻一個寫字樓啦、酒店、商業為主嘅。嗱，就喺我哋面前啊，依家兜入去嘅呢個咧，亦都係一間小學嚟嘅。咁啊，呢個咧係個十字門小學。就在呢個十字門小學後邊嘅呢一個建築啦，係啦，見到嘅咁多呢個高樓大廈啦，就係四季半島嘅一個翡翠灣啦。嗱，依家咧兜咗入嚟後邊嘅呢條路道啦，咁我哋會有見到好多高樓大廈啦。咁啊，前面依家見到呢啲高樓大廈啦，左右兩邊嘅咧都係屬於琴澳新城入邊嘅國際海岸啊。咁而我哋前面見到嘅咧，都係四季風景。咁依家目前咧，我哋眼前面見到呢一個咁高嘅咧，就係地標啦，中心大廈，亦都係我哋啱先銷售中心所處於嘅一個位置啦。咁除咗呢個地標中心大廈之外咧，亦都好清晰咁可以見到啦，隔離亦都會有一個喜來登啦、瑞吉酒店啦咁樣嘅。咁啊，下邊啦一個咁大型、咁靚嘅建築物啦，就係我哋一個會展會議中心啦。見到啦，非常之靚嘅一個會展會議中心。我哋依家咧就要轉翻入去，再帶大家實地去睇埋十字門華發商都。好啦，依家咧就再次翻到嚟銷售中心呢個位置啦。咁我依家就身處於十字門華發商都呢度啊。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呢個華發商都咧，佢就未至於去到好似南平啦、金灣啦呢個華發商都咁大咁靚嘅一個商場啦。喺呢度咧，佢純粹係可以話係一個比較商務化嘅一個商都嚟嘅，因為咧基本上佢淨係提供到一啲食嘅啦，或者係飲嘅咁樣。咁而且仲要係喺歌劇院或者係呢個會展會議中心咧，有大型活動開辦嘅時候咧，先會有更加多嘅人流喺呢邊進行呢、這個。食飯啊，或者係飲下嘢咁樣嘅啫。咁啊，但係唔緊要嘅。華發商都啦，其實就喺呢個四季風景前面咧，都會有笪地。咁到時咧，嗰邊會開展翻呢個二期嘅，係啦，一個二期嘅華發商都。咁到時咧，嗰度咧亦都會係做翻類似於呢個金灣同埋南平一個咁一個咁大體系嘅一個商場嘅。咁啱先咧，仲有啲嘢未同大家講到啦，就係、是。啱先學校啦，仲有周邊嘅呢個配套咧，又亦都有同大家講到啦。咁啊，仲有一啲比較細節上嘅，仲有咩咧？就係銀行啊，好似醫院啊呢啲咁樣噶啦。咁如果係你要去到銀行嘅話咧，咁其實喺灣仔咧就大概500米左右一個距離啦。其實就係得一個中國農業銀行嘅個 ATM 嚟嘅啫。如果你要揾到一啲其他銀行啊，或者係營業廳咁樣嘅話咧，咁你可能就要去到2-3公里一個保税區嗰邊啦，先會有更加多嘅一個選擇嘅。咁啊，如果你話要講到醫院嘅話啦，灣仔呢度亦都會有一個灣仔醫院嘅。咁啊，距離嘅話大概係2-3公里，都係2-3公里左右啦，就係灣仔醫院。再遠啲咧，就可以去到一個拱北嘅珠海中西結合醫院啦，又或者係南平嘅香洲區第二人民醫院都冇問題噶。好啦，咁啊啱先啦，漏咗一樣嘢冇同大家講，就係市場方面啦。咁啊，其實呢度咧亦都會有一個灣仔市場嘅，距離翻。琴澳新城呢度咧，咁啊大概都係2.5左右嘅一個公里數嘅啫，咁啊其實都係唔遠嘅。
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成個琴澳新城嘅一個大概嘅介紹啦。咁啊，仲有位置就周邊嘅配套情況嘅。咁今集再見先，拜拜。